现在到底在隐在哪里？的土地使用分区表，全设施的土地只有用到1.1公顷，为什么市府要征收171公顷的土地，整整超征了170倍之多？请问市政府，你征收那么多土地，你要做什么？然后图第二是林清龙副市长误打的财务捷运财务规划表，这个报表告诉我们，你市府强征我们的土地，可以创造至少141亿的金来的金额来开辟这一条捷运的经费。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强征我们林园人所有的土地来盖捷运嘛。啊，盖条捷运由我们林园人出钱，这样合理吗？不合理。高雄市捷运延伸林园周边土地联合开发，要以区段征收方式强抢民地，引发我们的民怨。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弱妇孺，包括我们都不善言辞。但是我们今天要被逼的走上街头，我生病了还要赶我走，那是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他再不值钱，他还是我的家。我们有几点需求：一，请不要把区段征收的恶法加深在深受石化工业污染数十年苦命的林园人身上；二，反对以不但区段征收方式超征民地；三，宁愿盖捷运，还要林园人自己出土地筹新建费，这是我们很无奈的。我的家不要被政府抢夺，被政府掠夺。103年，曾经曼妮说。区段征收是一个吃人的恶法，你要争取土地正义，可是你竟然来抢夺我们林园乡亲的家，我希望我的家，这是我们所有反对区段征收受害人的心声。103年，在前派里说，大埔事件，区段征收是一个吃人的恶法。你要争取土地正义，废除区段征收，你为什么不自省？现在要让我们大寮林园的乡亲在这边受苦，逼着我们走上街头。我要我们的家。你这个强加的政府，这边有这区段征收，为着恁这四个乡亲是大堆人困袂，食袂落，啊！第日80到90岁，阿公阿妈也要对阮出门，做伙来洗手，做伙来搓手，这有做恁的政府吗？区段征收上下的条，就是讲抽签选地。三秒在抽签选地，我甲恁强制强征55%，恁剩45%。譬如讲这间厝有一间好势好势，
伊现在要来占一半以上，你剩45%，剩30%，你还跟恁厝边隔壁大家斗斗的，伊要来征收头前，还是要来征收后边？倒边正边也唔同你讲，吼、哦！因到尾还讲我哪个呢？恁全部捡捡做伙迄边啊，家己去留签，你咧死病啊！地是阮买的，地是阮的，唔是互恁摕来做佚佗物仔的。咱大家人买一间厝，爱拍拼偌济？咱大家人买一块地，爱拍拼偌久？敢是你熬做主的？